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影片世界。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我一些的白色卡。那我介绍那一些就是都是比较好的卡，那普卡就不介绍了。然后这一些里面我包含中文跟英文的白色卡。那我跟大家介绍我之前所抽到的白色卡。这是第三代的，这张还不错。然后这是第四代的，我昨天玩的，昨天有更新机台，然后我只有玩一次，所以就抽了这张独角仙。然后这一张也是第三代，之前在百货公司抽到的金刚星星。顺便跟大家。抽那个白色卡比较多，那我们先从奇迹卡开始介绍。全部都是正版的，这张不错用，还有回光返照的作用。这都是比较好的一些英文白手卡，或许现在有跟一些更新的，只是我都还没抽到。那么换一下，强化卡。我都是先从铜卡开始介绍到银卡，这张也是之前抽到新的，一样第三代，都在同一家百货公司抽到。因为我现在比较少玩白手大战，然后我们现在介绍白手卡，那白手卡分量的不能太多。依然是正版的，这个有些强化卡，那个都是阿波罗的。我天哪！现在这个就是冠军卡。这有些都是很早之前的第二代，
阿波罗的佩卡。然后，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这个是昨天拿的木最新的哦。那我这张日本版可是不能刷。然后还有月影。那么换这个白色卡，是我喜欢，因这张也是跟别人交换的。日本版的，跟加料。好，然后这张的话，我把它放进来，放到这里。金刚青青，其实我之前还蛮想要的哦，然后又是有这种纹路的话，我还蛮喜欢的，然后都没有一些比较新的卡片，那今天白色大战就先介绍到这边，也没有其他的哦，那以后有再玩的话再跟大家介绍，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